我真的我就想不明白，怎么有人会喜欢吃那种又酸又臭的东西？谢谢老公煮的螺蛳粉，还不敢自己煮。你受不了了，要不你煮的这么辛苦，它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闻起来臭，吃起来也臭。吃一口100块，好吃吗？可以吧？好吃。少峰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煮螺蛳粉吗？没有，我买了一个螺蛳粉味的火锅底料，绝了呀！你要不要尝一下？真的，味道好浓啊！你在煮螺蛳粉吗？没有啊，我刚给你热粽子啊。一大股螺蛳粉的味道，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是螺蛳粉味的。太牛了吧！你这都给你猜对了。真的？对啊，这是罗霸和王者首创联名的螺蛳粉粽子礼盒。救命啊！你螺蛳粉上瘾了吧？端午节不是快到了吗？习俗不就是吃粽子吗？而且你看这个礼盒，它有6个小礼盒对吧？还有5个是粽子，还有一个是这种老虎香的芒果，这个送给你，希望你每天开心，赶走你所有的烦恼。我谢谢你，我真的 thank you 了。来等等，我当初我就不应该安利你螺蛳粉的，你真的太有毒了吧。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，要不你先来第一口吧。我都说永远都是你的，来。真的 thank you， 真的会谢。我已经闻到螺蛳粉的味道了。可以耶。好好吃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些都是我的了。